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？想错了，谁想错了？孩子想错了，孩子不晓得会孝顺父母，怨恨父母，天下就大乱了。为什么？都说别人的爸爸会赚钱，他的爸爸比不上人会赚钱，怨恨他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这就是危机。如果你有能力，能够让大家安定下来，懂得孝顺父母，孝敬老师，这就是福报。为什么？这是安定社会。安定社会的人修大福报的，你能叫大家都得福报，都得安稳，这个功德很大。换句话说，决定不能够挑动纷争，找别人麻烦。修佛像我这样的年龄早就应该走了，有一点点机会劝劝大家修这么一点点小福报，让世界能够得到安定和平，这大福报。怎么个做法？肾血根之根，这个东西能救社会，劝人安定心安，一切都安，心不安在那里动晃的，制造很多纠纷，那个不是修福，那是造业。古时候社会乱了，人家问我怎么办，回家教小孩，社会就安定。你要问老祖宗怎么办，老祖宗会叫你，你回家去把孩子教好，妙极了啊。人家一说头昏了的，找不到头怎么办呢？教小孩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你抓到这一句，你就能治国平天下。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人人家家都把孩子教好了，社会便安定了，天下就太平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问题出在小孩不懂教育。你说重不重要？到小孩问题出来了，动乱的现象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要自己跟孩子合作，就看到太平现象。庄严佛经。
报上同生极乐。